swift 800 feet, you mean like 800 feet? 800 feet? Yeah, I mean like 800 feet of transmission distance. Yes. Aurora? We have the zero latency version. The Pro Series is supposed zero latency transmission. Okay. Like, you mean like nearly zero? Almost. Yeah, almost. Yes. So it is good for, you know, mission critical shooting task.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I know you mean like those big stuff is like for stadium, that kind of stuff. What? I mean like those big transmitters for like stadium, that kind of application. Yes, yes, that's supposed 4K. Oh, a new product. 4K, like 10 bit. Do you speak Chinese? Yeah, I speak Chinese. 会说中文的呀？会啊。 直接说中文的话 Support team. 您这边是做什么行业的？ 就是都有，就是拍摄现场啊，然后是后期也其实也有这样。问他们现在他们没有啊？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无线图传，所以就想说，可以看看说，因为其实你们公司，因为我是在台湾这边的，对，所以我因为就你们其实没有什么像是代理啊或经销在那边，就没有任何产品可以看这样子，对啊，所以就也没就看不到，对啊，因为如果看，好像有人好像在卖那个嘛。 还是什么的，就比较小的啊，就看不到。哦，那种是消费级的。对啊，是消费级，针对专业拍摄的。啊，因为网络上也好像没什么你们的评测还是干嘛的？网络上有啊，有那个可能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有的。啊，可能就没有到很少，可能像是 B 站比较多吧，我不知道。啊，都有，其实都有。 但是 B 站那边的话，我们其实倾向于把视频放到 Facebook 啊、Twitter 啊，或者说是 YouTube 上面，就全世界都看得到。对对。B 站那一块的话，可能受众比较小一点。像你们有低延迟的，那也有正常，就是也有不是低延迟，对啊，像这种，像这种就是延迟比较高，像是70。 像这种是可以连手机的吗？还是不行？手机，但是一般很少人会去连手机。就像是如果你要给美术组啊干嘛的。对啊，你的意思是说手机上面有个 APP， 然后可以用。对对对啊，类似那种。有这个功能。但是很少人用。因为他们都倾向于用这种监视器嘛。直接监视器也不贵啊，现在消费级的监视器也不贵。就有一项方便取向啊。那也是。如果小规模拍摄，像他也想看，他也想看，然后我不需要拿很多接收器在那边。是是，对啊，可以支持的。<笑>所以是全部系列都支持吗？还是其实只有这一个系列支持？这种是不支持的。这当然这种，因为这种它是 WiFi的，对，WiFi，所以它可以直接跟手机。当然这种是其实严格来说是 WHDI 的。对。 所以你们是影视制作的嘛？对啊。是啊。那可能这一块的话，在某一些场合可能会需要用到。是啊，就有需要用到。<笑>目前都是去租嘛，出租这样子。但想说就自己买一套这样就可以一直用，平常就也可以用。 也可以出租嘛？啊，也可以出，对啊，也是可以买一个系列，然后。因为你们这在台湾其实比较少看到，而且在台湾可能多比较像是微固吗？但是微固他们没有这个零延时的吧？应该就是消费级的，对。所以零延时要到一千的才有，一千五的才有。但是他们应该也存货没多少啊，因为现在这个芯片很紧，对，好像晶片短缺嘛，对，还是根本买不到，是不是？是。对。
Thunder. Sure. 像这个没有写说多少米。 是怎样？他只有写说通过三个墙。其实他这个的话可以达到，我们之前测试是可以达到 1.4 km 的。哦，他是写一。对。哦。但是我们这里是写的比较保守一点。嗯。这个是这个吗？他这个是那个800 MHz 的，megahertz。哦，800的。对。在北美这边是可以用。啊哈。是这一个吗？哦，不是。 那这个 Pro 800是什么？在这边。哦。哦，这个是 4K 的。好像没有。那大小应该跟这个差不多吧？我觉得比较大。哦，比较大。对。那可能就跟这个差不多。哦，跟这个差不多。Pro 不是我确认的。那这个是相机这边的，这个是接收，接收比较大。这里也写了，也是一个 transmitter。我这边是 4K， 那边也都是 4K 吗？这个是同时支持四台 camera 的。SDI。 我就可以同时接收很多人，同时接收四个 camera， 然后在不同的机位，它不同的机位，哦对啊，这个好像也只有看到你们公司有在做，是，这还蛮特别的。所以它是会自己去跳它自己的频段这样子，对，哦，可以达到500米，嗯，哎，谢谢糖果，啊，不用了，谢谢。 其实台湾那边市场还是蛮大的，就是那个综艺节目之类的。但是就是竞争蛮激烈的，对，还有婚庆啊、综艺啊之类的，非常发达。 以前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经常看那个台湾的综艺节目的，什么那个综艺大哥大、飞哥啊。那现在你们那边比较发达了吧？啊，也没有。然后你们那部节目我们这边也会看。其实我觉得可能是钱包，我觉得钱包可能是鼓了点，但是你知道。 就是那个 quality 素质，哦，这个还没有抵达，跟台湾同胞比，可能还是有点差距。哦，你们还有那个 telecom 吗？对。所以，哦，这个给它算了，可以算了。正常的，就是频道。intercom。频道的。所以这是四个了吗？四对，四收。四个对。 总共是5个，其实。哦，就这边也有一个。有一个控制的，一个 console 那边一个，然后就四个机位都有。对。我的是。我用 GoPro 记录下来的。嗯，对啊。哎，你方便吃张名片吗？啊，当然没问题啊。名片。纸。Thai Studio。 Yep. Post production. 就只是什么都做了，对，就还是一个小小，反正就有预算，你就可以去找助理；还没有预算，就自己全部要单挑这样。这样好啊，这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是啊，但有时候就也蛮累的。没关系，我就在学校，我是学生，谢谢。 所以有问题就可以问你。嗯，确实可以。Aurora，你们有用那个微信的 WeChat？ 比较少。那一般台湾那边是用 Line 吗？或者台湾这边是用 WhatsApp、 Line 啊，或者 Facebook 啊，或者是 WhatsApp？WhatsApp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们都在用你们要翻墙的东西。对啊，你看都要翻墙，或者是 Email 啊 ，Email 也可以。那我输入你的哦，你没有手机号码吗？
手机其实我平常也不太常用。所以加了你的家里的 email 就可以有那个 Facebook 跟那个，哎，应该是这样。哦 ，LinkedIn 对吧？哦 ，LinkedIn 也可以啊。如果你的 LinkedIn 是用这个邮箱一样的话，就可以收到。是没错。他说 LinkedIn 你可不可以用？对 ，OK。但是他那个现在又变成，仅限于国内的版本了。哦。除非你用那个 VPN。又要翻墙。非常麻烦。你们消费级产品是只有那一个、啊、还是还有 更短的？没有这种双收发都直接有接合成的屏幕的。嗯，但你这个就没有，也有 HDMI。就如果你不用你们的收发，也可以用别人家的。用别人家了。对啊，你就是还可以 HDMI 输入。不建议了，有可能不兼容嘛。哦，是吗？但是像我们这款的话呢，其实是兼容很多发射机，就不同厂家的。这个是可以拔起来吗？还是怎么样？这个凸出来，还是它只是一个天线？它其实是一个隐藏天线嘛。对对对。对，但还要设计这样凸出来。这个的。那个牌子没有摆出来。哦，它没有 V 啊，就你还要另外买那个。对，我们是有里面是有配件的，是 V 帽的，可以弄。但还要再接线出来到这里吧？也或者也可以用那种转接板接那个 MPF 也可以。嗯，对啊，对啊。就不是。这样子干干净净的，就还要接线出来 ，DC in。哎、欸，这个有 HDMI 版本吗 ？Pro 800。没有，我们这专业级的都直接是。你们都直接走 SD 嘞？那哦，这里有一个 HDMI。Yes。这是 in 嘛，对不对？那可以 HDMI in SDI out 吗？不建议这样子，但是办得到吗？有可能不行，有可能不行，因为其实我们最好是两边都是对称的，对对对，效果会比较好。理论上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是 HDMI 到 SDI 的话，就会延迟可能会比较高、啊。一个是延迟，还有一个因为其实它经过了一种转换嘛。对啊，你说品质也会降低之类的。Frozy， 毕竟它的 codec 是不一样的嘛。是。像你这边也有 HDMI out 的、啊，但是就没有 HDMI in。这是接收端的嘛？那这边就是发射。in。USB 是可以供电吗？它这个是 firmware update， 就是升级软体。嗯。有那个 scanner 吗？我就再关注一下，你们要扫描这个东西吗？哦，对对，扫描。这扫这个是要干什么、啊？它就会让大家知道联系方式吧。哦，联系方式，就是你名片那个。哦，酷。那干嘛大家还要发名片？大家都扫这个就好了。好，很高兴认识你啊！对啊，谢谢。如果里面有问题的话，他们没问题啊，没问题。谢啦。